五月天演唱会电影上映，团员们个个都积极宣传，阿信更是晒出自己的预照，让粉丝们暴动啦。26日，阿信在 Instagram 上传一张浴室拍的照片，自问自答：为什么在浴室拍照潮流咩？只见他衣着完整，翘着二郎腿，率性的坐在椅子上，更不忘催票房，搞笑的说：二刷三刷马桶刷，要大家多多去看电影。但粉丝看到照片后失望留言：在浴室为什么要穿衣服？提醒他其实现在床罩才流行。也有人问到：电影10000刷后可以一起泡澡吗？没想到阿信害羞回应：你色色。贴文更引来周董留言：哎呦，什么软体眼睛这么大，甚至转发照片替他加上刷马桶贴图。阿信也不甘示弱，表示全新浴室时尚好吗？两人逗趣的互动让粉丝全都笑翻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